上市合理了，对啊，好有气质哦，而且有气势，对啊，也现在是要重要的女主管还是温柔小主管？温柔小主管，温柔小主管，好好说，就是温柔大主管，不管不敢乱说话。这个有上班的妈妈，我觉得还蛮适合的，就是她可以当外套，因为我里面没有搭内搭，所以我一直会没有安全感，一直在拉她。看，有三个颜色，这个是很好的西装料，就是跟你们买的那个套装料。就是它是垂坠度很够的，垂坠度很够的，对，磅数很够的那种雪纺，不是那种轻飘飘烂烂。我想这穿出去一件就是3000块的样子，真的，真的这一件看起来就是3000块的样子，而且版型我想超漂亮，大小也适合。这个是可可色，这是可可色。可可色，如果想要显白，可以选我身上的蓝色，是不是看起来特别白？嗯，真的特别白，特别白，蓝色。然后这个是可可色，小田穿杏色来了，好不好？所以你看，我们连156、155都能穿，所以不用担心。小田是116，哎，小田穿的好可爱哦。这个就是韩国欧尼就会这样穿，就是比较休闲。那你如果要上班族，其实也可以，你就是配件换一换，有没有？就是鞋子类跟包包类换一换就可以了。那我是155，小田是166，快六七，对，快六七。